立法委员谢仁峰今天就当前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因素提出了咨询，由外交部长孙春兰提出的报告，孙部长答复说，这些战争，孙部长有一句说，由于这个国家的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策，在国际政策上的国家的政策，这些政策更有效的。